三，大乔传输偷家。在 KPL 春季赛的一场比赛中 ，AS 仙哥的小雨在对手将要胜利的情况下，使用大乔只身前往对面高地放下大招。AG 超完会面对五人强拆，只能望尘莫及。等一下，这个大乔，我咋有弄啥嘞？这个大乔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大乔，大招，看一下仙哥的五个手，五个人直接过去，这个强拆，你想干什么？空运吗？我的天，这波，我的妈呀！理性高地一手势。在一场 E-Star Pro对阵 RW 的比赛中， RW 的渡劫化身高地保安，独自一人面对四人，并成功拿下三杀，为翻盘留下一丝希望。一波兵线又到了，只剩一个渡劫，大招过来想清兵，兵线勉强换掉了，再换一个还可以一打再一打四。哇，我天哪！一韩信无兵线偷水晶，这个最经典的时刻来自2016年 KPL 的秋季赛，当 AG 超完会的梦泪面临着队友全部阵亡，即将被一波的情况下，果断阅兵线偷塔，完成了 KPL 史上最经典的一幕。第二位置，韩信在干什么？韩信在偷塔，要偷掉吗？要回来，要偷掉了。